我觉得从国旅卡这个政策，真的你可以感觉到蔡英文已经柯文哲化。为什么？就是没事找事，你没有发现吗？这是张景森，没有，是不是？就整个行，就是你整个行业，蔡政府真的就是已经整个柯文哲化，没事来找事情做，哈，然后有事了，出事情了，也没办法解决事情，然后就只来呛来呛去的，骂来骂去。那然后说啊，你们赶快去连锁，果然五千人就要连锁了。然后行政院说啊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要废除，你完全不晓得在干什么。周一到周五，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